关心宜兰，听宜兰的新闻，欢迎收听正声宜兰电台各个新闻。各位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台这次的新闻气象。本台消息，2013宜兰历史的博览会在5月3号变成了一座有机蔬菜园区，进行有机蔬菜自带行销学习激励活动，由水土保持局以及县政府主办，加农产再生社区分厂如何借由历史博览会的经验，活络社区产业以及落实农产理学。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台北分局孙明德分局长表示，今年历史博览会一起深呼吸活动主题，加农村再生长期推动的休闲、乐活加有机农业政策方向密切相关，盼望透过规定计划结合有机蔬菜自在行销学习之旅，体验历史博览会红牌观光、休闲、游憩、医学资源、学习到六级化产业发展、在地生产、在地消费的核心精神，加特色行销技巧。宜兰县推动有机新宜兰市政环境的一座里程碑，相信有机产业加生活模式的实际呈现，以及文化创意连接地方特色，创造传统产业价值的做法，必定会当对宜兰县的农村再生社区带来真多启发和帮助。本台消息，开办30年的宜兰美展已经成为艺术家崭露头角的竞技场，今日展现宜兰营造的创意和效果。此次比赛除了头奖、宜兰奖会当获得200万元的奖金之外，分别还有银奖5万元、铜奖2万元，以及优算1万元，总奖金是45万元。自7月1日开始到7日收件，凡是年满18岁、失职或者是出事在宜兰县者，或者是现在就业、就学在本县达半年以上者，拢可以参加。本届竞价作品总共分为东方媒材、西方媒材、立体造型、念念加新媒体艺术四大类，每一人每一类可以送上一件作品参赛。报名奖奖金日期会当到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服务台索取，或者是就文化局网站下载。查询电话：932-244-0503，营销价932-2440-503，黄小姐。本台消息。当幼童随着加营养高热量的粪扫食物摄取的增加，儿童肥胖的问题也对来产生。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以及教育处结合宜兰县营养师工会，编定幼儿肥餐点手册，希望会当透过幼儿的进行饮食习惯，增强幼儿的健康。宜兰县卫生局特别呼吁幼儿的味觉以及良好的饮食习惯，爱自细汉养成，提供天然健康的食物，减少加工精致的食品。所以菜单内容为每天一份青绿色蔬菜、一份水果，以及每礼拜至少两次牛奶或者是零食品，各结合营养需求，并且纳入内容的表示，提供家长参考。本台消息，有民众反映宜兰市社会关键的通天街部分路段为红砖路面，然后天容易湿滑，对骑乘机车或者是自行车用路人增加过多的危险性。宜兰市市长为定好，则是民众反映了。希望加相关单位会勘改善路面湿滑的问题。县政府干部处表示，人行砖透水性高，材质比柏油更加好，无建议施工所改为柏油，而且该路段为社会环境特色的乡村。关于如何改善用路人行的安全，县政府干部处会更加施工所沟通，寻求其他的方式。本台消息，拖车订立图书馆纪念日到6月23日为止。编出求 The President 林文伟文家展，检索管理员林文伟将检索的工作14年所建的一件植物记录下来，也记录了身为幼师在公务体系之下所面对的困境，以及对于在监狱各种人物环境等故事的感触，使人心酥。继续是气象部分，今日连江受到方面影响，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配合今日马祖有地震准号或者是雷号。北部以及东部部地区有地震准号，并且有局部性较大雨势发生的记录。宜兰地区明仔是阴天，晴分有地震准号，气温22度到24度，然后就是30%。以上就是这届新闻气象，感谢你的收听，这是正声宜兰台。